受点破纪录，作气获得。Hello，Hello， 今天加班啊？对啊，加到六点半，快六点半我才走。然后我要吃完饭已经快八点了。哇！要自己吃饭了。你是去哪里吃啊？在我家附近啊。哦。不知道为什么今天等特别久，我就吃那个小火锅那一种，像三妈那一种。三妈，嗯哼。像小那一种东西。One Chicken Metal。好，我要你了。哦，好。等我一下，这样。哦，有时候有哦，好了。嗯。没有，有时候那个底下那个工作人进全萤幕不会不见的。哦，那个就要跳出来再点一次。对对对对。那这 Windows 的问题。这个 Win10 到底要有多少问题？这种问题永远都不会马上改掉。Windows 啊！其实我觉得这东西跟那个什么，跟那个 Android 的问题一样，就是它不是随机器，因为就是作业系统不是跟机器绑在一起卖。对啊。干，这人都要白啊，靠腰啊！哇，这个赛车服哎、欸，好帅哦！我那时候好像想要这一件，可是没有买到。赛车服吗？人好多、哦，怎么回事？哎，我现在只能穿泳装。都不错啦，我连泳装都没有。你、欸、看，有人有抖胸舞嘞！刚好像有看到谁在游。对啊，这个女的。好像是这个戴毛线帽的吧？这个女的，她现在爬到上面去了。哦。干，人好多，他妈的！而且为什么还没开始啊？我每次都觉得，自从我们上白金之后，那个火 AI 明显就变少了。你看，他到现在都还没有加进 AI 那种感觉，不然就是加很慢。是为什么啊？他是演算法的关系吗？还是也有可能？叫皮卡都是来吧。钢枪吧，各位！四排模式进入前八名哦，好哦，这种要进前八名很有难度哎。对啊，你看到现在都还没开始倒数。太恐怖了，太恐怖了，要一百人了。有啊，终于开始倒数了。终于。我发现60米要压枪真的好有难度。因为我现在距离你60米就算起手第一枪打在你身上，可是后面基本上都会泡掉，大概准度我觉得只有三成吧。
样跳赌场吧。嗯？赌场？跳赌场吗？这样。刚跳下来的一瞬间 ，deck 了，就因为很多人、啊，太多人同时跳，一二三，我看，我看我们上方全部都是，对啊，干硬啊，一二三，我到现在一直在掉蹦蹦，大概八到九。仙女上花了。第二个，你还要跳赌场吗？有人比我们早进去哦。我飘不进，我飘不到。我到那个扛棒。看我要下去了，妈的！这一栋好像有人，他在楼上。一八九七是你哦。对。啊，我们没有其他枪。OMG。我们队友撑得住吗？我们队友在红色。下去了。靠腰，有人在狙我，让我吓一跳，好恐怖！听起来在我们面对的右手边，可是我不确定实际方区，我猜是红色或蓝色的。有，他刚刚开了一枪，他刚刚开始在架我枪。哦，不对，是我们队友被开枪开掉了。隔壁哦，有没有好一点的步枪啊？我现在只有一把物资哎。我刚刚看赌场那个柱子那边好像有人，有人，我看到了，右手边那个柱子。哦靠呀，有个准，我来抱一下头，有人进来，干。上下都有人啊！哦，机车哦，打到上面的就没有管到下面的。你有观战吗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
唉，最近怎么都沙漠？挑豪宅好了。那一大片是什么庄园里面？什么那一大片？那豪宅那边啊。那一大片就是那对啊，那应该算是那个吧，让我外围的让我们来种田的这样。有一二三个人，有。哇，有一个人落很快，落很快哦。三个人哦，三个人。他没有，哎，我今天想这样去休息，累哦，啊，累，我想弄点其他东西。因为我想要换我手机的那个保贴啊，那有人换保贴吗？直接换手机了吧？不，我的月到明年，我还在等。手机根本，我这只手机已经活了两个月了，因为好像也是差不多到明年，但是他已经是我上次换约的时候，那只手机是我给我爸的，所以这只手机给我活了，明年就活了两个月了。
我想要换 Note 10啊。Note 10不是不错吗？看人家评价。只是因为它是韩货，所以我不考虑就是了。现在 Android 手机我觉得能用的大概是韩国吧。是啊，就是你，我觉得 Sony 真的有点，就是没有进步啊。相较其他家可能还偏，相较其他家的进步，它好像还蛮弱的。而且真的很丑，对，就整个跟不上。不然你索尼的好手机我也想买啊，真是的。所以我同事，你知道他原本是索尼的，然后就是因为太丑了，所以他换的 i11。i11， 因为 iPhone。这一次价格掉蛮多的、欸，对啊，他可是他是买那个、欸、Pro Max 256的，哦、oh ，这样也还是蛮贵的啊，因为我看他讲那个价是他是买那个黑色购物节 PC 后面，41400吧，哇，256的。他有，我刚才在试这个无线充电，有时候有的时候没有哎、欸，为什么这样？后有的时候没有，他有时候会发亮啊，有时候又没有。发亮，有时候不会。那个你我在猜啦，这个东西应该是跟